婴儿潮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离婚啊，这个新闻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多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报道一下下。他现在被称为 Grey Divorce，Grey 就是灰色的，灰发族的离婚。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嫉妒，所以他说 More baby boomers are living alone， One reason why Grey Divorce 啊，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 baby boomers 就叫婴儿潮。一般来说就是二战后生出来的这个，二战大概是二战前后之类的，像我的父母就属于婴儿潮，他们已经走了，那要是他们还没走，他们就属于银发族，非常肯定的。所以他们呢现在开始 live alone， 好，就开始独居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因为他们离婚了，独居了，离婚就独居嘛，这样子。离婚有没有住在一起？当然还是有可能。好，所以这边说他用了一些人的这采访的这访谈，所以这他先访问第一个72岁的人，他现在独居。那那个人说了 ，I always thought I'd be married. I was definitely raised to be a wife, and I never imagined I'd be on my own. 啊，所以他一直都觉得他是会处于结婚状态的。I always thought I would be married. 然后他被养大的过程就是啊，你要以后要结婚，以后要当一个人，要太太，所以。I was raised to be something， 也就是说，我在养大的过程中就是被养成那个状态的。OK， 像例如说，每个人在被养大的状态都是希望可以成为成功的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So I was raised to be successful. I was raised to be a scientist. I was raised to be somebody. OK， 所以他 I was raised to be a wife， 从来没有想过他现在是自己独居的状态。OK。那然后下面就开始说了一下，他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人口调查，那就是这些这种就单人的家庭啊，好，所以这边说 single person households has reached a record high， 所以这个 record 这个词哦，一般我们听到两个发音 ，R E C O R D， 如果它是名词的话，就是 record， 它翻译成记录。所以有记录的那个记录，有记录以来什么什么那个有记录，所以不是那个运动比赛的记录打破记录，不过同一个字，对不起，那同一个字，英文中文好像不是同一个字，中文的记录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就我们的会议记录是一个记录，打破了这个四大运的记录那是另外一个记录，中文不同，但是英文都是 record， 所以名词 record， OK， 那它的动词发音是 record。所以这里呢，不是动词，也不是名词，这里是形容词 ，OK？ 所以 reached， 这里的 high 是名词，反而是我这个观念好像蛮颠倒的。一般来说 ，high high 这个字，一般来说它是形容词。例如说，我们讲说很高的建筑 ，that's a high rise， 好像也是复合形容词的样子。It's a high building， tall building， 对不起，high 形容词，I am emotionally high 啊，这是形容词。OK， so emotionally 副词就是形容词。我一般如果讲 I am high 的话，是我现在嗑药嗑得很，肥得很高、哦、所以我们台湾的 high 用的乱七八糟的，但总之 high 一般来说是形容词。不过这边的 high 是一个名词，所以 reached a high 前面加一个 record， 也就是有就是记录的高点就是了。OK， 所以 record 可以当形容词，发音还是 record， 所以这个。单人独居的这一种家庭，像我就是一个 single person household， 所以 household 就是一个家的概念，我当然也是一家、啊、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户籍啊、哦、所以我有一个 household 这样子，所以当我是独居的，所以 I'm a single person household，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 single person household has reached a record high， OK， 好，然后咧我们再往下看一下，给了一些数字、哦、the number of older Americans living aloneIs on the rise. So if something's on the rise, 就是它处于往上攀升的状态。Nearly 16 million people aged 65 and older in the U.S. lived solo in 2022. 所以2022年总共有1600万 16 million people， 就是超过65岁，65岁以上 aged 65 and older。那这个东西呢，是在1960年的三倍 ，so three times as many。Who lived alone in that age group in the 1960s? Okay, 好，所以当这个 baby boomer 在越来越老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就被期待的继续往上攀升。As baby boomers age,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grow even more. 好，所以
这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他们独居又怎么样？说真的，又怎么样？他们又你又不期待他们继续生小孩了，所以他们独居又怎么样？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所以他就有很多理由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ehind this shift in our society, including the economic gains women made when they enter the workforce and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所以他解决两个，第一个就是女生进入职场。然后有赚钱，所以他不再 financially dependent 在他的 spouse 身上 ，so they can afford to get married, they can afford to become single。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好，所以啊，这边再读一下啊，所以 the economic gains， 所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获得 that women made， so women made economic gains， 所以女生你得到了这些经济上的这些增长，哦，所以个人财务上的增长。所以当他们进入了这个职场，那进入职场或就是走入社会嘛，我们称之叫做 enter the workforce。我们讲过好几次这个词，我们讲我们中文的讲的入社会不叫做 join society， 这是不对的哈。OK， 至少我真的没看过这个说法，我这边打个叉好了。OK， 我们一般不讲什么 join society， 我们一般讲说 enter the workforce。OK， join 也可以啦，你 join the workforce 没问题。OK， 就加入这个全大家都是职场大军这样 ，join the workforce。好，所以 when they join the workforce， 以及我们持续在改变的态度，对什么的态度呢？对婚姻的态度 ，th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OK，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说到了一个这边有个词，我觉得很酷，就。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整个就是摔倒在地上，重义摔的那个概念，所以说哦，发现哦，怎么会这样？那整个就吓到，所以 we're just floored by our findings。所以 floor 这个词很有趣，一般是地板，那如果用成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I'm floored， 就是我整个被吓到摔到地上或之类的意思。OK， 好，那。然后他们就给了一个这个名词给他 ，So it's been about a decade since Brown's research popularized the term "Great Divorce" to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Something that used to be a rarity, but now has become much more common. 所以灰发族的离婚 ，Great Divorce. OK， 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可以看的？然后这个大概，所以他们认为是。用什么当做起始点？所以我有什么样的关键的一个突破点，会让他们去想研究这个东西呢？他们就是那个以前有部纪录片叫做不愿面对的真相 ，Inconvenient Truth。那拍的是曾经参选美国总统就输给了那个布希的那一个，他叫做 Al Gore。那他呢就拍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把他自己的身。把他自己的这个位阶啊提高到比美国总统还高的高度，因为全世界各国领袖或什么这些找他去演讲，找他去 popularize 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所以他虽然说输了美国总统大选，可是却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人，在当时啊，那结果他跟他老婆离婚了啊，所以哇，大家就觉得你们怎么这个年纪去离婚呢？所以才导致了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个老人家开始离婚这个问题，所以这边就。The surprising split of Al and Tipper Gore, who in 2010 announced their plans to divorce after 40 years of marriage, prompted Brown and a colleague to dig into the data with a question many Americans were asking, just how common is this? Yeah, 所以到底多常见？就是年纪大一点人的离婚。所以这边是开始的点，就是 Al Gore 跟他的老婆叫 Tipper， 很有趣的一个名字的离婚。OK。好，然后下面就开始就他们就开始调查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他甚至称为这个 The Great Divorce Revolution， 称它为是一个革命，听掉。然后呢，下面又讲到再举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好像做过这一集，就是那个比尔盖茨跟他老婆离婚的这个部分。所以一样，就这些老人家开始慢慢的 split， 甚至包括这边的啊 Justin Trudeau， 没错，就杜鲁道总统，加拿大的啊不是总统啊总理。那51岁，他跟他老婆好像最近也离婚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And it's still going strong, both for celebrities and everyday people. More recently, Bill and Melinda Gates made headlines when they announced in 2021 that they were divorcing after 27 years of marriage.
North of the border, just this week,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51, announced that he and his wife were separating. Yeah, okay. 所以这个前面讲 Bill 跟 Melinda Gates， 然后加上 Justin Trudeau 就离婚这样。事实上，我父母也曾经吵过离婚，后来是没有离，就是当时的我其实蛮同意他们离的，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们孩子也都大了，所以其实无所谓这样子。好，然后下面要讲一下理由了，但我想我们跟这边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哈。所以，在我的观众里面，我记得 Anita 也有说过，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说的，她说她离开她老公跑到国外去，也是因为躲开她老公的 mansplaining。我觉得 good for you。要是你老公就是这辈子都一直在你这边碎念，想要跟你解释东西的话，别听了，有什么好听的？那老人家，你这老家伙，你去解释给你有你的观众，你就解释给他们听吧。我 Anita 不想听了，我飞到国外去玩。Good for you， OK。我这人比较在这方面不传统，我觉得要是情侣间或夫妻间有些什么不开心，我一样是劝离不劝和，OK。一向是劝离不劝和，单身多好啊。不过我这样的态度，可能有人看会不太爽，就是反社会的人这样子，反传统的人。But anyway, that's me, and I hope you like it. 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